真空槍 vacuum gun。呢个实验，我哋会用一个抽真空机，一条 PVC 胶管，一支针，一个木塞，而木塞嘅直径系稍细于胶管嘅内径，同埋一块铁盖。首先将木塞放喺胶管入面。然后用胶纸将胶管的两端封好，开启抽真空机，用针刺穿后端的胶纸，看看有什么事发生。我们再看多次，看下，块铁盖被打到凹晒。